这天阿周跟学长在看丧尸电影。如果今天有很多僵尸围着你，你要怎么办啊？自杀吧，完全没有求生意志。反正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变成僵尸了，为何你还要执着于生存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之中？电没了，水也没了，到处都是尸臭味，还有逐渐匮乏的物资，以及要提防随时叛变的伙伴，不如直接加入僵尸阵营，反正被杀了也没感觉啊。请问一下，在写论文吗？不行啦，为什么可以一点求生意志都没有？僵尸电影的最后不都是人类重新家园，然后迎向光明的未来吗？对呀、啊，对呀、啊。什么意思？这是谁？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趣，那就来体验看看吧。什么鬼？什么鬼？这是哪里？ Hello， 你们好啊，我是泰根。什么意思啦？为什么我们会传送到这种地方？因为本次丧尸拟真体验由全面失控赞助提供。啥小月佩斯利哦？欢迎两位来体验，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家园吧。哦，你们有自己的家室吗？这是农场，可种植作物。这是木材厂，生产木材的地方。这是兵营跟军火库，我们的军队跟武器都在这边。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城镇了，好吗？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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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肚子饿了吗？哦，刚刚看电影的时候没有配东西吃，有点饿了。那我们准备食物给你们吃吧，毕竟要杀僵尸之前要补充好体力呢。哦，好啊，这里发展这么完整，要不还有餐厅？来吃番茄。番茄？对啊，吃番茄。没有什么热汤热饭之类的东西吗？为什么会这么多番茄啊？哦，还有啊，番茄拼盘、番茄切片跟番茄佐番茄，怎么都是番茄？闭嘴！在这个世界，番茄就是主食。啊！我刚才说了什么吗？哥？傻小！糟糕，僵尸入侵了！来了吗？可是你们城镇这么完整，有需要怕僵尸吗？为什么入口没有放任何防御措施？怎么样？就很好啊！学长，你怎么不跑？好、哦。我要直接加入僵尸阵营了，打小了，真的不，快跑啊，阿啾！不行，虽然他没死吧，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会真的死掉的吧？この噛まれた感じ、俺の心の奥底にある欲望、こういう火を灯してくれた。どうも、俺は選ばれし者のようだ。傻小、怎么回事？学长被咬了之后竟然没死？什么鬼？是真的会死的吗？片を暗黒の警局にまとわれている。ああ、素晴らしい、素晴らしいぞ。还在攻杀小啦？快把学长带走，我们赶快回到医护所治疗他，这边交给其他人。学长，你还好吧？この痛み、冥界の王が与えてくれた。ほんの少しの試練すぎない。说什么日文啦？他是说，疼痛，这不过是冥界之主带给我的试炼罢了。傻小，你们是谁？我叫做七海，来自日本，我可以帮忙翻译他说的话。这个地方是什么国籍的人都有是不是？没错，全面失控上线日本，日本玩家即将参战，游戏全球同服，支持多语种的翻译，玩家可以与日本玩家以及更多的外国玩家组建跨国联盟，共同攻打丧尸了。你在说什么？哎，我刚刚说什么了吗？什么鬼啦？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学长的伤势没有很重，比较令我意外的是他被咬了却没有尸化。什么？他的体内一定有什么神秘的抗体，可以让他不会变成僵尸。啊，くれない果実、俺の体が、お前のすべてを欲しがっている。他说啊，鲜红的果实，我的身体正渴望着你的养分呢。那个抗体是变成中日本人的抗体吗？一针，不好了，香米，怎么了？刚刚咬过那个男人的僵尸，变得这副德性了。啊。アンヤのカラスバの残滓は濁っていながらも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とは、この罪人からもらった血はまさに俺の渇ききた欲望にとって完全の自由だ。僵尸说，山田智和、花泽香菜等豪华声优阵容参与游戏，获得日本限定英雄。我本人玩家可以与日本玩家以及更多的外国玩家组建跨国联盟，共同攻打丧尸。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懂了，学长的中二抗体可以让僵尸也中二化，他们似乎也不会攻击人了、啊、那只要继续让这个僵尸去咬其他僵尸，那所有的僵尸就不会攻击别人了。对耶，果然把你们拉进来这个世界是对的，我们再也不会遭受僵尸的肆虐啦。一招好。魂を失われた肉体を俺様が浄化してやる。この肉体はもうもったないようだ。全面失控，面白い。全世界满满的都是中二病僵尸了耶，这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了吧。つまらない、どうもこの日の神、イフリートの手の封印を解き放て、再びこのつまらない世界を殺し合いの世界にするしかないようだな。快放我们回去。现在登录游戏签到送七海，用我的专属礼包码还可以领取七海的专属碎片哦。ACHU0817ACHU0817。私は絶対にアンデッドなんかにならない。絶望の中でこそ生きる力が試されるんだ。ご神域を汚す者たちを私が払いのけます。守るべき約束はただ一つ。生きること。ありがとう。まだまだま
身を守るために私は強くなる。全面失控、即刻下載。丢念咒。ああ、この噛まれた感じ、俺の心の奥底にある欲望という火を灯してくれた。どうも俺は選ばれし者のような。